你们一定都听过关于他的故事。有人说，他帮唐僧取到了真经，封了斗战胜佛，从此留在了灵山。也有人说， 那个成佛的根本不是他，真正的他早就死在了行星路上。还有人说，西游从来都没有发生过，他只不过是说书人杜撰的一只猴子。 我要讲的故事，你们一定没有听过。这个故事得从一只金蝉说起。